开箱了，记忆上次买了轮胎蜡，然后又买了4公升的洗车精，每买一个都付了一次运费，然后还有又买了这个是那个冷热敷袋，它很神奇哦，它按这颗之后，据说是会变热，变成热的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买了 GoPro 的防水壳，不过是副厂的，原厂的要2000多块，我觉得太贵了。地震，我拍到地震了，妈祖显灵了，太酷了，我竟然拍到在地震欸。而且铁门摇得好大声哦，这个还有附那个发票，这个是他送的。我主要是买，还在摇吗？一直晃，正常能量释放，不用害怕，会死的就是会死。这个有储物片，要放在里面，然后以防那个你拍到一片整个一半整个起雾了，对。然后 GoPro 这个是可以。整台放进去不用拆镜头，这里有一个镜头，有些是要把镜头旋转拿起来之后才装得进去的。那这个是我一直很想要买的那个可以挂在脖子就拍摄的，虽然我一开始就买了配件包，有我现在用的头戴式的，有吸盘的，有戴在手上的，有装在胸口的，有非常多夹子的，我都有用过，不过我真的蛮喜欢这个，而且才85块，所以我就买啦。 OK， 以上就是这次的开箱，我觉得这个卖家还蛮不错的。嗯， OK， 拜拜。